安之的确对我情深一片，但是我也不能为了他放弃大好的基业。出了什么事啊？是皇叔又吓到你了吗？怎么突然寻死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奴婢在主上身边，日日朝不保夕，早就习惯了，怎么会突然寻死呢？只是以前总以为会有脱离苦海的一天，现在知道就是别人随口一说，从未当过真。与其担惊受怕，度日如年，最终不过一死，倒不如让安之早些自己解脱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是说了，我迟早会接你到我宫中伺候的吗？大王真的还记得自己的承诺吗？奴婢听说你要去娶北府宰相家的小女儿，到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安之是谁吗？安之命苦，不敢和他争，还是自己去了吧。你又在胡思乱想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，我就一定会保护你，我待你是真心的，你不能听风就是雨啊。我听风就是雨，大王你敢起誓从未想过遗弃安之去娶苏安宰相家的贵女吗？安之，你听我解释。大王的心果然在别人身上，终是安之命苦罢了。大王你走吧，只当从未见过安之。你听我解释，安之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辜负安之。真的？我耶律芷墨发誓，我今生今世定不会辜负安之，否则必遭天谴。不许诅咒自己。不许看。反正迟早都是本王的人，本王偏要看。